好啦，我哋有支票致送儀式啦嚇，咁啊，東華三院前任總理翁佑博士佢嘅公子翁國元先生咧，係捐出300,000支持東華三院嘅。咁呢個時候咧，我哋有請吳維新總理代表致送呢張支票，並且有請咧何超霞副主席代表接受嘅，有請。多謝曬，多謝曬。另外一張咧就係由香港信愛慈善基金有限公司捐出300,000支持東華三院嘅教育服務。而家有請該公司嘅創辦人兼主席胡劍剛先生及創辦人兼副主席余德純先生代表致送支票，由馬陳家歡副主席代表接受。多謝曬啊！多謝曬咁多位。話事呢個時候，我見到又有 band 生啦，我見到藍奕邦啦、梁烈偉啦，仲有彭永森啦，同埋許廷鏗一齊唱歌喎。咁咁多型男，梗係有贊助啦，就係由啦施榮恆副主席同埋拿督黃炯強總理啦贊助200,000嘅。好啊，咁我哋一齊欣賞一下一班 band 生先。奉上仍愿奋斗到8,000次藏着幸福快乐香同我两手相牵花千分而千分光燃亮着我的爱为你照前方冲破前途路上献出千般爱心与痴情一切都奉上这世上有几多爱流泪无限微笑人类与亲情中是有真爱见一一夜夜献种种关怀情曾无处不见就让春风吹遍心宿去我满怀倦俗世幸有这种爱流露人类自私能在这哀乐人
生，令我心内暖。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免全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这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随，无畏更无惧。同住海角天边，携手踏遍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Thank you， 希望大家会继续支持东华。我哋捐款热线系18783333，我哋有130条热线嘅，大家快啲打嚟啦！哇！系啊，嗱，我哋而家咧就要睇一睇咧，我哋后边嘅善款噶啦，系咪啊？准备？冇错啦，咁市民嘅对我哋嘅支持咧，喺我哋善款数字咧已经系反映到出嚟噶啦。我即刻睇下我哋呢个善款数字有几咁犀利，好唔好啊？冇错，好啦，一齐。54,703,319。大家继续打电话嚟啊！捐款意思系几多啊？施比受更为有福。其实帮人咧系好简单，只系打一个电话，你所捐出嘅一分一毫都可以帮到社会上嘅有需要嘅人。希望大家立即打18783333，东华三院需要你嘅支持同埋捐助。好，我哋一齐关热线啦！我哋热线号码系18783333。大家翻嚟嘅歡樂滿都話，現場亦都有啲善款咧，同大家公佈一下嘅。咁啊，多謝曬咧，我哋善長啊，澤貴先生捐出30,000元。咁另外咧，亦都有善長慷慨解囊嘅，咁就係樂善公益基金會咧，捐出54,1584元啊，支持東華三院各項服務。咁啊，並贊助咧廣東粵劇院啊，丁凡院長稍後去演出。咁啊，而家又請丁院長陪同啊，樂善公益基金會董事高麗慈小姐致送呢一張支票，並由啊陳婉珍副主席啊代表接收嘅。多謝曬，亦都請幾位留步啦。八寶齋處主席高麗慈小姐同埋友好捐出43,000，支持東華三院嘅各項服務，當中係包括偉利洋行李先生同埋孔德培先生幾位善長嘅。咁呢個善款咧，亦都係贊助丁院長嘅演出。咁啊，再次請丁院長陪同高小姐致送呢一張支票，並且由陳婉珍副主席代表接受。多謝曬啊！多謝曬。係啦，即係另外咧，丁院長嘅演出咧，同時係得到啊，就係準提閣佛學會捐出100,000，同埋咧福明寺嘅捐出啦200,000贊助啊，為東華合共籌得390多萬元嘅善款啊！多謝曬，咁而家請丁院長，丁院長咧同我哋呼籲一下啦。好啊，咁即係有錢出錢啦，係嘛？多多有捐錢熱線係18783333。
130條線。冇錯，咁好啦，咁啊經過佢呼籲之後咧，我哋就請你準備一下啦嚇。咁啊，馬上欣賞丁院長演出嘅《唐明皇與楊貴妃之香夢前夢》。情
阴阳所隔，不成好啦，我哋有新嘅善款啦，就係、是、由好收成企业有限公司杨少棠先生捐出100,000元啦，以及明之星劇团之友捐出268,000元啦，其中包括有江马丽晶女士啦、赵瑞华女士以及陈咏贤小姐嘅善款啦，合共有368,000元啦，支持东华三院以及盖明辉小姐同埋吴美英小姐稍后嘅粤剧演出啦。喺呢个时候，我哋有请盖明辉小姐以及吴美英小姐咧，代表致送呢一张支票，并由陈文绮为主席代表接受嘅。跟住我哋仲有盛世天戏剧团捐出300,000元啦，同样都系支持盖明辉小姐、吴明小姐稍后嘅粤剧演出啦。喺呢个时候再次有请啦，盖明辉小姐啦，同埋吴明小姐啦，代表致送呢张支票啦，并由陈文绮为主席啦代表接受嘅。善款咧源源不絕啦！喺呢個時候咧，我哋見到咧陳曉玲總理啊，因為咧佢係捐出333,000咧俾東華三院各項服務嘅。喺呢個時候咧，我哋請咧陳總理啦，就係將呢一張支票咧遞交俾咧施榮幸副主席啊代表接受嘅。多謝曬，亦都唔該曬嘅嚇。咁喺呢個時候咧，見到十郎同埋阿華善嗰邊都好熱鬧喎。梗係啦，每年咧屋村屋苑小巴的士嘅籌款咧，都係東華三院嘅重頭戲嚟噶嘛。係啊，而今年咧總共有184個居民團體咧響應參與啦，歡樂滿東華嘅籌款活動啊！喺度好多謝各位善長人翁啊！好啦，喺呢度大家聽聽先嚇，經過屋村屋苑的士小巴大家籌款咧，今年咧嘅籌款款項總共係超過1,370,000啊！多謝曬代表所有嘅。善長，多謝曬，多謝曬。今年咧，東華咧更加舉辦中醫愛心義診日活動咧，共有136位中醫師參與噶。咁大會喺度咧，特別鳴謝香港註冊中醫學會以及各中醫業嘅團體鼎力支持啊！好啦，咁呢個時候係要致送獎杯嘅時候啦，有請陳文綺為主席代表東華咧致送獎杯俾我哋得獎嘅機構，好唔好啊？我哋而家咧就頒發屋村籌款嘅冠亞季軍獎，季軍嘅屋村係。
黄大仙下村总共筹到789,373.6。咁至於亞軍嘅屋村咧，就係彩虹村啦，一共係籌到837,072.5，多謝曬。冠軍嘅屋村咧就係田灣村，總共籌到1,887,707.7。哇！冠軍除咗獲得咧冠軍杯之外咧，仲有咧由東華三院嘅董事局送出嘅東華杯。而田灣村除了成功衛冕冠軍之外，還成功挑戰去年的成績，獲得總成績挑戰的金杯。好了，接著要頒發的就是屋苑的冠亞季軍。首先我們請陳主席繼續頒發季軍的屋苑，就是龍盤苑，一共籌到259,624.03。亞軍的屋苑是麗晶花園，總共籌到436,879.00。好啦，至於冠軍的屋苑就是香港仔中心，總共係籌到2,039,253.4。咁啊，當然咧，除咗係攞到冠軍杯之外，亦都有東華三院董事局送出嘅東華杯咧，佢亦都係打破咗我哋籌款超過200萬嘅紀錄㗎。香港仔中心加油，好嘢！多謝曬咁多位善長人用，多謝曬你哋鼎力支持。跟住落嚟，我哋仲有的士、小巴嘅噃。好啦，今年冠軍嘅小巴團體咧，得主咧就係香港公共小巴車主司機協進總會，總共係籌到咧東華咧267,322.3。好啦，跟住輪到咧的士嗰方面啦，我哋亦都有請咧主席為我哋致送呢個獎杯先。多謝曬！哇，多謝曬，多謝曬！喺呢度我哋再一次掌聲，多謝曬咁多位善長人翁嘅鼎力支持，好唔好啊？多謝曬你哋！多謝曬你，跟住落嚟咧又有靚歌聽喎。係啊，嚟自台灣嘅歌手咧林曉培咧呢個時間，因為亦都為我哋唱一首歌咧，就打動人心嘅，名叫做《心動》啊。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一场雷动啊，真的。特地从台湾过来，是的，好的，非常的荣幸可以来参加东华的募款，很有善心，很有善心，谢谢。这次也很特别，你除了来为我们筹款之外，还是你生日是吗？对，明天刚好是我的生日。我哋呢个生日快乐，谢谢谢谢，我哋祝大家小事小事好啊。好啦，我哋请晒主席同副主席佢哋一齐宣读啦吓。好，好啦。準備一齊講啦！一共係籌到7,580,008,611！哇！多謝多謝各位事長人翁嘅慷慨解囊。繼續支持富勒滿東話，咁我哋將會不眠不休啊，繼續咧籌善款。冇錯啦，嗱，雖然出邊係凍凍地，但係呢度我哋感覺好温暖，因為有各位善長人工嘅熱心嘅支持我哋。多謝曬。出邊都唔凍啊！我哋就做緊新聞嗰時候，好多熱線電話打電話嚟支持我哋噶。耶！所以咧呢個時候咧就邀請主席同我哋一齊宣讀咧最新嘅善款數字好嘛？主席準備啦喎。好。1,2,3，我哋一共係籌到。7,782,862,602！我相信呢個係暫時嘅數目，因為咧聽日唔使翻工嘅你啊，或者咧根本都唔想翻工嘅朋友咧，可以繼續打電話去捐款熱線1,878,333，130條線繼續捐款。等陣我哋仲會有歌手同埋藝人帶精彩嘅片俾大家睇㗎。啊，開心啊！真係我啲卡拉知識一路不斷出場。係啊，有卡拉知識喺度㗎啦。係啦，不過有冇氣勢就唔知。梗係有啦！各位兄弟姐妹，我哋卡拉知識俾啲氣勢嚟聽下。1,2,3。卡拉之星，筹款正经，善款系咁升。多谢晒卡拉之星，因为佢出钱又出力，绝对值得大家继续去捐助佢哋噶。咁啊，喺呢个时候咧，佢哋其实亦都系为咗东华咧，总共筹得啊515,018元。犀利啊！好嘢，好嘢！先一万呢边啊，嘅已经超过33萬啦，哇！但系系咪应该加码咁样啊？比较爽好啲啊！我觉得咧，主席咧有兴趣加码啦吓。不过点样加码？每人加啲啦，每人加啲，加几多啊？每人加啲啦吓，加三个，三。咁我哋但係都要用個方法抽出咧，有邊三隊幸運之星咧係可以咧？係啦，係加碼。加幾多啊？唔講。加幾多？呢度講，呢度講，呢度仲喺副麻將上高講啊！咁啊，幸運輪上邊咧就有11隊嘅卡拉之星噶啦。咁咧，主席一直咧就會轉三個圈嚇。咁啊，揀中嗰隊咧就會選呢度。幸運麻將分別咧就係有10,000、20,000和30,000嘅。哦，主席請你過去轉一轉我哋個1,200,000盤先得噶咯，已經睇下先。嗱，各位卡拉之星，祝你哋好運。第一位，聽係邊個？陳國峰，唔係喎，薛家燕，唔係啊，仲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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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係咪唔識停啊？係咪個個都有份啊？陳家。出嚟抽一張牌，出嚟揀一隻麻雀，但係千祈唔好開住喎，唔好揭住，抽一張先。好啦，你拎住啦，你拎住啦，唔好揭俾大家。好，第二個，第二個，主席，主席，唔使咁大力嘅先，係，唔係套到聽朝，喂，有咩細力啲就係鄭西豪，鄭西豪，鄭西豪耶，好嘢，揀一 ，OK， 好，主席，唔好開住，唔好開住。主席你好熟啊，鄭西豪又剩乜鄭西豪做乜嘢？再嚟一個，唔係喎，唔係啊，大力少少。系边位咧？嗌停就得噶啦，停。又系薛家燕唔系话？停。系咪全部都有啊？唔系啊，喂，咪又陈嘉嘉啊又。又翻陈嘉嘉。再过，再过，再过。杨思雅。好啦，杨思雅。呢度呢度呢度。好啦，我哋数三声一齐啦，准备1,2,3，睇睇。12,000、30,000啦，咁巧嘅真系。哇，西豪系加咗30,000啊，最犀利啊！嘉嘉咧系加10,000，好啦，咁啊，另外咧就20,000啦。OK， 咁我哋啊一阵间就会有个最新。换句说话讲，我哋就61,000，我哋应该筹款嘅加开始先吓。OK， 多谢晒你。咁啊，不过呢个时候咧，我哋都要睇睇个最新嗰个加咗上去先吓，30,000、20,000、10,000。咦？哇！如果阿楊思雅加咗20,000，就會跳升咗上去咧。
跳上去就係去到第六位噶咯。好嘢！係啊係啊，好搶。咁而家鄭世豪變咗第三位添啊！姐，第一位上第五位啫嘛。係啊，跳咗上去第五位咁啊！鄭世豪咧，第三位啊，三萬就跳咗上去第三位啊！咁啊，恭喜曬三位嘅朋友啊！好啦，咁我哋大家一路努力嘅時候咧，亦都有張大支票嘅，咁咧就係愛源發展有限公司鄭氏兄弟捐出400,000支持東華三院各項服務嘅。而家有請咧陳蔚蘭總理咧代表致送支票，並由陳文以為主席代表接受嘅，有請。多謝曬，多謝曬。好啦，咁我哋而家咧馬上欣賞明之星劇團演出嘅新劇目《英烈孔雀王之天生邂逅》。粵劇啦，好嘢！
一阴一律，叹多情啊啊，好一处人间仙境啊！一缕轻纱无半影，两岸三四红丹树半亭，流岸清宫山影，六七山岭排八营。草径万水千山里，唔清我性情。山下来人居龙凤之气，一定是王兄师房都来探我啦。哎呀，可是玉露姐姐呀、啊！你是何人？何解知道我嘅名字？神仙姐姐，我终于都见到你咯。未尽万千言，可来相逢未和应，梦魂烟之旅，今日仙女叹完病啊，有情哭啊剑无红英，无情祝我光寒啊停，眼前梦泪花，天云七日定，仙界消凡情，咫尺天涯三世命，何解人初寻问胭脂，情陷绿衣襟，心甘有曲音，家传光临永，唯音上流传，敢问歌兄是否居秦岭？云台中见，金风玉露在台前。悠然国国主金风殿下，你就是玉露郡主呀？咁你是何人啊？你问我话，转瞬间如无影，落神。心处最
有千丝万缕情，阵阵香气，当与心扉飘渺，未说早通灵，熟念归幽冥，唱仙歌醉入定，善记怎解不让我普境，魂摇拍迷见仙声。请问神仙姐姐，今夕相逢，这里是三十三天蓬莱地，还是京幻仙界奈何天啊？至今一直为香港人肩负起救病请危的使命，由初初的东华三院，即是东华医院、广华医院以及东华东院之外，后来还加上东华三院冯耀敬医院以及东华三院黄大仙医院，现在东华辖下已经有五间医院为香港的市民服务了。位于上环的东华医院，由八几年前以现代的医院形式提供中医药诊治开始，时至今日已经发展成一家拥有全方位医疗服务的医院，为病人提供高质素的医疗服务。另外，作为香港主要的急症医院，广华医院除了尽心分担繁重的医疗需求，近年还积极发展中西医结合治疗，为特定的患者制定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提高治疗的成效。致力发展眼科专科的东华东院，自从1997年开始了医疗服务重整计划之后，加强了复康、日间医疗和眼科专科的服务，等广大的市民都可以享用到更优质和全面的医疗服务。东华三院黄大仙医院是延续护理和胸肺科疾病专科医院，医院还设有肺功能器飞机搭拍安全测试中心，为患有呼吸功能障碍的患者测试搭飞机的风险。而
專注為長者提供連貫醫療服務的東華三院馮耀敬醫院，在上年就增設了識別間，為離世病人的家屬提供一個較舒適的環境，領回遺體。要令東華的醫療服務得到持續的發展，請打1-800-333，踴躍支持東華三院。哇！東華精神，越夜越醒神。計我話咧，唔單止醒神咧，直情係養眼啊！哇，我頂唔順啦！喂 ，Marcus， 你介紹啊，你介紹啊！喺以下落嚟咧，犀利啊，陣容啦，咁有陳偉啦、黃心穎啦、張秀文咧，同埋許奕嚟㗎。哇！淨係睇陳偉都夠啦。做咩事咧？表演咩啊？我哋仲請到香港首席肚皮舞蹈師 Lin 啦，將親身指導，佢仲會落場表演添㗎。哇！係啦，而陳慧蘭總理咧同埋葉倫總理咧，仲會贊助佢哋25,000嘅，即刻交俾佢哋 ，Sexy Lady Belly Dance。我都話好樣，十分之精彩啊！真係犀利，哇！歡迎曬，歡迎曬五位，歡迎曬你哋，好養眼啊！醒曬啊 ，Belly Princess 啊，阿子峰啊，望到係啦，好啦 ，Belly Princess Lina， 快啲同我哋講下，教佢哋四位呀，嘥唔嘥氣啊？唔嘥氣，佢哋嘥氣啲，因為都好辛苦啊，學得，不過佢哋好勤力。哦，嗱，我想知道咧，係咪學咗之後可以揾翻條腰啊？你睇下，阿燕姐都想啊，系噶都。哦，有難度噶，但系真系有翻條腰咯。我今朝起身，哇，兩個肌肉咧好靚個線條。所以你話咧，青春幾好咧嚇，又有得跳舞，又有得運動，咁真係開心啊！可惜而家年紀大，唔緊要，緊生啫。你坐喺我隔離嘅咩？係喎。有青春舞曲啊，係嘛？係啊，青春舞曲一邊打籃球一邊表演㗎。哇！有贊助，有啊 ，OK。表演就係有啊，拿督王炯強總理同埋李旭倫總理啊，贊助25,000嘅。多謝曬。青春舞曲嘉年華馬上送上。非常之精彩嘅表演啦！多謝曬咁多位啊！我哋呢度咧又有啲錢出現啦，因為咧我見到 Louis N 嘅話咧，佢除咗表演啲大型魔術，一啲好小巧嘅魔術咧都好特別嘅。喂，我哋係見錢開眼，尤其是嗰啲善款啦，你可唔可以變啲善款出嚟啦？我試下啦。好，喺呢個時候交俾你嘅。頭先咧，我喺後台度咧攞咗幾張白紙出嚟，睇落去咧。同啲銀紙好似差唔多大啊，當然佢唔係一張真嘅銀紙啦。咁但係我哋只要俾少少時間佢，睇住 ，1, 2, 3，哇！
哇！好快俾咗做五張$100紙，而最重要嘅係阿 Louis 張係俾你噶。哇！我都係捐俾東華啦。我都係捐俾東華嘅，留翻嚟。咁啊，不如加埋俾你一次過捐埋俾東華。不過喺呢個時候咧，我見到亦都有好多嗰啲特別嘅道具喺度，一定係有精彩嘅表演嘅。絕對係。係啊 ，Louis。咁啊，跟住嚟有啲咩魔術咧嚇？點樣啊？可以話一半遊戲，一半係一個魔術嚟噶。用到呢一樣嘢，大家一定好中意嘅就係。哇！金幣，金幣，係啦，好簡單，鬥搲銀，睇分兩組，每一組一手睇攞到幾多。哇！當然數量最多為之贏啦，手大有着數。我哋介紹兩組咧，包括有湯寶如啦，同埋阿鄧志峰啦，咁啊，仲有咧關心妍，再搭埋家燕姐嘅。咁啊有我哋同佢玩遊戲嘅朋友，當然梗係有總理贊助啦。喺呢個時候咧，我要多謝曬咧施榮幸啦，副主席啦，咁啊同埋咧吳維新總理啊，咁啊合共咧捐出$100,000。俾我哋嘅估中嗰隊喎，咁啊 ，Louis 點為之估中咧？點為之估中咧？因為咧，你每一個拎嘅時候咧，我即刻感應一下，你哋究竟手上面攞住幾多個金幣？我聽落冇乜可能啊，所以真係能夠中嘅話咧，希望善本再多少少啦，我哋。好，咁啊，事不宜遲啦，即刻開始啦喎。好，咁啊，湯記先啦，好唔好啊？湯記先啦，嗱，一手攞到幾多個？好，哇哦，放去個頂上面啦，放到先計數嘅。揸得好緊啊！揸到佢，跌咗出嚟就唔計噶啦呢個。好，攞開先。你撳住佢，撳住佢，撳住佢。望我。望你啊！好似都幾多喎。哇！50個，五十個。我覺得係50個。好，五十個。即刻幫我數下呢邊啊！數落。係咪攞去有數銀機？有個數銀機嘅。好啦，阿雞仔，雞仔，喺後邊啊！哇，睇睇先。哎呀，好去啦。都要撳一撳呢個三嘅名啊！四可能爭少少，40個唔緊要。解得好貼近㗎啦，好喺咁準嘅你。係咪？我知道啦。我知點解啦。都話咗可以跌㗎啦。各位漏咗呢一個，咁但係呢個係唔計數嘅，都係我哋計49個嘅啫。計49個啫。好，第二個即刻開始啦。好，俾我哋加分先，關心妍先，擺佢擺喺度先得。一手，一手。係啦，攞到幾多個？好，攞到幾多個？呢啲係你嘅家用嚟㗎。攞多啲。放上自己嘅碟上面。好。撳住佢。撳住。又係眼望 Louis 啊。係啦，可以搖一搖個碟啊。搖一搖佢。搖一搖佢，俾我聽下，俾我聽下。哇！你聽識講嚟。37。哇！咁準。37個。好啦，叮你都得。即刻過房睇睇。你講咗我個年紀喎，好37啊！第一個寫低先啊，第一個49、37、好，即刻過過先。哇！冇多冇少啊，37個，哇！好，好，即刻嚟下一個啦 ，OK 啦，十郎試下啦，一手攞幾多？放喺紙碟上面。好，你自己知唔知拎咗幾多啊？都唔知啊，我自己真係完全冇可能夾埋噶，我哋嚟 OK， 啊，感唔感應到？好唔好啊？呢個好似難少少喎，你眼望住啊 ，Louis 先得噶。57個 ，OK， 57個，即刻數啊，即刻數。57個，大家睇係咪先啊？哇！57個，雞仔，最後一次加二出啦，嚟快啲試下雞仔，喂，等我嚟，快啲試下啦，等我嚟，我搲銀最叻噶，57個。搲銀最叻啊！好，搲銀現，搲得噶，搲到我真係啦，睇下先。哇！唔使咁嘅樣噶，家燕姐。呢個眼神比較難估啊。空藥。咁點係先？爭少少，因為得51個，我 feel 到係50。但係今次試試睇下。但唔好用呢個基數，因為大家可能覺得我做咗手腳，擺幾多個入去咧，都會顯示嗰個數字嘅。所以家燕姐，你自己親自數下呢度係咪究竟真係有51個金幣啊？嚇！哇！係咪啊？嗱嗱嗱嗱，倒出嚟，倒出嚟，一齊幫手啦！我哋一齊幫手啊！不如好唔好？好。2 4 6 8 1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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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十。等先啊，二四六八十，二四六八十，二十啊，二四六八十，三十，二四六八十，四十，二四六六八十。51啦！哇！但可能覺得我真係撞中，其實唔係撞中嘅。大家見到我信封嘅十郎，幫我攞出嚟得唔得啊？好啊！打開佢，即刻打開佢入邊，睇下有啲咩嘢。即刻打開佢，係啦，打佢。哇！慢咗啦，十郎。即刻打開佢，入邊有啲咩嘢啊？你知啦，贏咗嗰組咧，我哋嘅總理同埋副主席係會捐10萬噶嘛？刮刮卡嚟㗎，幫我刮開上面嘅數字得唔得啊？嚇！玩刮刮卡咁得意？第一個數字。第一個數字啊！快啲刮開佢啦，刮曬四個啦，刮啦！哇，咁神奇嘅喂！49、37、50、7、51，亦都係睇睇對對你哋嘅金幣嘅數字，完全係一模一樣嘅，真係好嘢，犀利啊！多謝曬你哋，真係冇理啦。總之呢個環節咧，我哋咧已經係得到合共150,000嘅善款，多謝曬。哇！咁啊嗱，我哋呢度有咁多善款嘅話，跟住落嚟，我哋要睇下嗰邊拍賣來係點咯喎。唔該曬阿 Lo 啊，我哋呢邊啲善款係咁升啊，好多家庭觀眾打嚟捐款之外咧，亦都咧競投我哋嘅拍賣品啦。不如睇下我哋最新嘅走勢先啦。好，由名傳之友會捐贈嘅銀紙擺設，善心獻東華咧，目前嘅競投價咧係68,000元嘅。系啊，另外由半岛维画廊捐赠，由中国油画四川画派新秀洪宇先生创作嘅作品《贴墙的人》，目前嘅竞投价咧系39,000。由顾家辉先生同埋奇公子 Mr. Ken Koo 捐出嘅 Amuse Bouche Napa Valley 2008红酒，目前竞投价咧系50,000噶。嗯，而由创意画家许淑芳小姐及其画廊捐出嘅水晶玻璃画《宝钻喜雀》咧，目前嘅竞投价系50,000元。而第二幅水晶玻璃画《宝钻富贵花》目前嘅竞投价系22,000元，而第三幅水晶玻璃画《愿你梦想成真》目前嘅竞投价咧系22,800元嘅。好啦，由著名堪舆学家麦玲玲师傅捐出嘅紫玉摆件《富贵有余》咧，目前嘅竞投价系48,800元啦。另外由万香堂捐赠嘅观世音菩萨像咧，目前嘅竞投价咧系30,000元嘅。由英记茶庄捐赠出嚟嘅两块限量极品珍藏保利饼咧，目前竞投价咧系25,800元嘅。嗱，我依边咧仲有皇家雪兰莪香港有限公司捐出2013蛇年石立纪念牌匾，目前竞投价咧系18,000元噶。而由香港画家吴孤雄先生创作嘅水墨画《青山离水倍红情》咧，目前竞投价咧系13,800元噶。好啦，咁我呢度咧由资深书法家何国贤先生捐出嘅《波野波罗蜜多心经》字画咧，目前嘅竞投价系18,000元。由东华三院顾问周振基博士捐出10套林家星博精身心专辑纪念套装咧，目前最高嘅竞投价系30,000元。哇，系啊！由呢个周博士捐出嘅林家星《薄精心身我的演出法》嘅合订本咧，目前竞投价系非常激烈嘅，大家快啲竞投啦！喂，成绩真系令人好鼓舞喎！咁但系各位家庭观众唔好手软，唔好停啊！点解？因为仲要打电话上嚟啊嘛！冇错啦，啱啱嘅呢个竞投价咧，只系目前最高嘅竞投价啫，大家咧记住打电话嚟啦，1-877-333，130条线，转头见。面对上瘾问题，人会失去自控能力，影响工作、学业，甚至是精神健康。为了更加有效应判这个情况，东华三院得到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的捐助，在今年10月设立了东华三院心如轩，为患者提供一站式多重成瘾治疗服务。心如轩有临床心理学家和资深的戒瘾辅导员，为患者进行心理的评估和治疗，找出成瘾的原因。另外，中心亦都会为有需要的患者提供身体检查，评估他们的健康受损情况，以便及早转介到医院接受适当的治疗。能够提供更有效率的医疗服务，就有赖大家的捐款了。请打1-877-333，继续支持东华三院。哇！我不是要耍功夫，我是有好消息要公布的。三院前任总理李国华着公爵啊，系捐50,000嘅。做东华呢个 show 好玩在咧，就越做咧越夜越精神嘅。系啊，为咗做善事，第二朝咧有熊猫玩都冇所谓。喵！你哋做咩
個個喺度扮貓叫嘅喵，呢個係咪東華傳統嚟㗎？有原因啊！嗱，因為我手上咧有幾位善長啊 ，Carmen Chan 廖烈武夫人啦 ，Cathy 鄧浩彤同埋 Candy 戚子君咧會送上 Cat Duet 貓之二重唱產集團有限公司捐出100,000元。我哋呢啲每年都培育咗好多新
新人出嚟噶，亦都為演藝界咧增添新嘅氣象啊！更加為慈善方面咧帶嚟新力軍啦，係啦，好似以前我哋嗰啲咁嘅超級嗰啲咁嘅新星啊，好耐好耐啦，新秀啊，全部變咗天王巨星啊，為咗我哋啊東華籌個款㗎。就好似呢一位咧，自動變戰士嘅胡慧康啊，冇錯。大家快啲拎起个电话打1877833，有130条线等紧你哋捐钱。从来就没冷过，因为有你在我身后。你总是轻声地说，嘿，有我。总是细心温柔，可我守候这样的我，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我？好多独居的老人家生活无依无靠，好需要大家的帮助，所以你们一定要支持欢乐满东华。廣告時間咧，係偷雞食咗少少嘢㗎，咁啊，譬如話咧，佢亦都係食咗咧兩粒丸啦。你咧？三條菜。係啊，我仲攝咗少少喺牙罅嗰度。咁而家咧，而家啲嘢精力充沛，咁啊，所以咧應該係適合打呢個電話號碼，打幾號咧？1877333，非常之齊心啊！咁啊，好齊心嘅咧，亦都有我哋嘅主席啊，陳文慧主席同埋咧葉林總理啊，一齊咧捐出300,000支持咧謝雪心啊，心姐咧為我哋獻唱就係《牡丹亭驚夢之幽媾》。哇！心姐，我先睇你，心姐。
學過忽然之間淚隨聲下咧，小姐你入數多風雅，不如細水笑話啊！你欲放孝情化作萌芽，小姐你是否聞君心掛？未嫁，咁就亦缘也系我嘅福分也啦。上下心中惊怕，上落又心中惊怕，点解会相见？你相见照树下。少少无拘，福有由归，记得支持欢乐满东华。喂，快打电话嚟，我等紧你电话噶。喂，系捐几多啊？多谢晒，多谢晒。系，喂，到你啦噃。东华三院一直秉承住救病请危、安老复方的使命，咁致力发展多元化的医疗服务。除了西醫之外，東華在中醫發展方面都是不遺餘力的。在上年12月開設，位於何文田愛民村的東華三院香港浸會大學中醫教研中心，就是東華三院轄下唯一一間獨立於醫院之外的中醫中心，真正做到走入社區，為九龍城區的居民提供優質的現代化中醫藥服務。由於接近民居，所以醫師可以對病者有更多的關心和持續性的照顧，提供更貼心的中醫服務。中醫中心主要分為中醫門診、中藥房和針灸治療三個部分。在進行中醫門診之前，護士會先對病人進行健康評估，用作急病分流之餘，亦同時為病人分析是否適合接受針灸。而中心內的針灸服務主要是為患有痛症的病人舒緩痛楚不適。為了針對區內年長病人較多的原因，中心就設置了多部電子針灸儀和特定電磁波治療儀，幫助長者治療常見的痛症問題。這裡的中藥房除了有傳統中藥材，亦都有提供沖劑配藥服務，全面照顧不同病人的個別需要。全靠你們的支持，東華三院才有這麼完善的醫療服務。請打1878333支持東華三院。因為我們有個善款數字，這個時候要一起齊心去報一報的。到目前為止我們一共籌到85,906,865。好多位啊！喂，除了打電話
话上嚟捐款之外咧，记住可以打上嚟镜头我哋啲拍卖品啦。因为啲拍卖品咧而家买少见少啊，而家越珍贵嗰啲咧，大家镜头得越激烈啦。电话号码咧系1-800-333。呢条先啦，1-800-333啦。如果有碗靚湯飲下就好啦。係啊，要靚湯當然冇問題啦，因為有靚女咧，靚女湯寶如嚟到啊，你知唔知？咁一定搶我哋搶啊！所以我哋俾掌聲湯嘅。黃日雄先生咧決定捐出50,000元支持呢個東華三院。哇！開心嘅環境啊！我都為呢件事玩遊浪咁滯啊！喂，同埋我發現越夜咧，啲魚遊耳遊係越嚟越多嘅喎。係啊，因為好歌啊嘛。係啊，跟住有啲咩好嘅表演睇啦？跟住落嚟咧，有頭先為我哋大唱勵志歌嘅藍奕邦，佢有首好歌帶俾我哋，就係《為執著乾杯》啦，有請。哇！其實咧，對於歌手嚟講咧，喺呢個凌晨要唱歌嘅話咧，都係一個幾大嘅挑戰嚟嘅喎。梗係啦，把聲已經封喉啦。你就封喉。因為通常夜晚唱 K 啲時分，已經個聲係失咗啦嘛，已經係。但係佢哋唔同啊嘛，佢專業啊嘛。咁跟住點好咧？又有靚仔啦！阿聰每一年咧都好支持歡樂滿東華，成日都留好多嘢喎。梗係啦，每年都有喺屋企睇曬全程嘅喎。好，咁我哋而家不如交個台俾張繼聰，佢有好歌送俾我哋啊！好。Thank you. 開心啊！送明之花非常之好聽。不如我哋喺呢個時候咧講下個捐款熱線啦。好，係1-800-333。1-800-333。而家要打嚟講，你支持我哋啊！跟住落嚟點樣啊？跟住落嚟厲害啦！有我哋嘅巨星師兄許廷鏗啊，佢話我哋唱出重新長大。世界多么黑暗，谁独自深深不忿？
人大了成熟了，难道我能自制开心？从来未学会长大，怎知光阴过得太快，冲得这样快，曾犯错成越界，曾被重伤与被踩，是谁定胜败，终得不共两败，坚守破坏，接受这叫长大，不要紧，随成长得到了解，会越来越快。大家记住继续打这个捐款的热线1878333。Thank you。做歌手一啲都唔簡單啊！除咗唱歌之外咧，做牙醫又得，真係好厲害嚇。有靚仔啦。係啦，跟住另外咧，亦都有一 pair 咧，又靚仔啦，有周身柳啦，又靚女嘅一齊同我哋唱歌。上次冇好勁嘅喎。哇！犀利啦，迪爾達成身柳，韋宇森究竟今次會唔會嗰條裙好短咁樣勁歌熱舞一番俾我哋睇啊？喺呢個時候交俾兩位。这一生，你我那刻早到达了机场，我拍到你快乐笑着再看着，下一张我最爱穿中拍下这一张，你快走过看异国的身旁，你微微笑，动作牵强，逐格逐格重游幸福之旅，一路说着笑话，神婆傻瓜一对，一路笑泪了吗？当晚仍然笑声，遇上旅游蔓延，从头观察，逐格逐格重现在想。之最恐怖你怕，沿途一起即使给雨伞，能傻但傻都未怕，下次未有路已开始捐錢啦！生活無依無靠，他們很需要你們的支持的，希望大家支持歡樂滿東華啦！